黄沙岗，军旗可钻天涯，隔着篱笆有一座海前方，没有的总想有啊，得到的还盼望，盼来盼去水远盼个头心儿凉，真贵，花妞，给，哎，哈哈，哎，哎，真贵，给，啊，真贵。哎，走花啊，小哥啊，回来了。哎，我，你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小哥，枣花，不瞒你说，我总期望你。既然你已经跟童锁离了婚，你跟他们家的人就应该这样，哎，一刀两断。哼，可他是狗，又不是人，你提他干啥？这事儿我是有点傻。哎，我火一上来就不管这个不管那个的。哼，枣花，你知道那狗也通人性啊，给吃吧。去去去，你知道这个还打他？嗨，你不就是喜欢狗吗？过几天我给你弄个小狗崽来，咱自己养啊。枣花，
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样我心里不好受。小哥，你能不能让我出去干点啥呀？枣花，你别傻。过去你跟童锁受够了罪，跟了我，我可不忍心再让你受一点苦啊。可是我一个人在家太憋闷了。那你动员咱娘搬过来住啊。唉，说过多少回了，娘说她一个人待惯了，不愿意搬过来住。哎呀，你不就是觉得闷吗？好办，我去给你想办法啊。自个儿捏着。妈妈，哎呀，拿来拿来，我替你扛吧。你闪开，我替你扛。妈妈，哎呀，拿来吧，这是老爷们干的活，你看你还背个孩子，这给我吧。我妈妈，放哪儿啊？进来吧。搁哪儿？就倒那缸里吧。看不出啊，你长一身懒肉，还有点干巴劲儿啊。一个瘦老爷们儿能顶三个胖老娘们儿，好歹我也是个男子汉呐。啊，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不歇会儿了啊？不了。哎，喘口气儿再走吧。啊，得，我回家慢慢喘吧。你这儿啊，寡妇门前是非多呀。啊，哎，童锁，你站住。你要这么说话就给我回来。是你怕了？要怕你就不是男人，你就滚。这我怕啥玩意儿啊？我是寡妇不假，可你呢？你就是男子汉了。哼，男子汉，你丢了老婆；男子汉，你不务正业；男子汉，你让你爹打得满街跑。哎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这爹打儿子没人笑话。嗨，这人这一辈子啊，不能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啊。哎，就不许有一回走麦城吗？嗨，这孙悟空能不能啊？这他过火焰山的时候还了糊了屁股呢。哟，哎，你还一套一套的呢。哎呀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吧。哎，你说这好马他还有个失千蹄儿的时候呢。好马，你葛童锁也算是一匹好马。你就连你这套号的也这么瞧不起我。你看我总有挺起胸脯的那天。你呀，别嘴行千里屁股在家了，要干从明儿起你就干去。啊，
我相信眼睛，不相信耳朵。明儿啊，啊，那不行。你这种人呐，就是属公鸡的，光打鸣不下蛋。不是我不下蛋，这我也想。哎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童锁，这种没出息的话就不该从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的嘴里说出来。伶俐人一波三转，那糊涂人棒打不回。叫我看呐，你也该回回头了。不是我不想回头啊，可是我这现在身上棒子没有啊，这想干啥玩意儿都不成啊。童锁，你跟我说句实在话，你是真想干点正经事儿啊？哎，这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炉香。我葛童锁啊，非得干出个人模狗样的，给你们大伙儿瞧瞧。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，盘龙岭镇农民赵水生自办养兔场，成为全镇第一个养兔专业户，被当地群众誉为兔子王。最近他又办起了一个新型的养鸡场。快，啥事儿？养鸡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，他们自动上料，自动上水。啥事儿？自没事排粪。没事，你穷喊啥？你没看我正忙着吗？和蔬菜，你看你那自行车修了几个钟点了，既提高了养鸡场的效益，又起到了，我看你是熊瞎子掉井，熊到底了。整个生产流程形成了良性循环。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，他们起到了经。来，把脸转过来。别闹。咋了？感冒。哎，一点也不热呀。来来来，喝。你手是体温计啊？哦，对了，咱们家有体温计。哎，来，小郭，快试试。哎呀，试试吧，试试就放心了。来来来，快试试。我喝水。啊？喝水。哦。水来喽，宝贝儿哎，喝吧啊，来。要哎啊，要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这脑子。来喽，速效感冒片，来吃两片。哎啊，你拿着，来看看。哟，39度多呢！哎呦，小姑啊，快去打一针去。不用，我睡一觉，明天就好。哎，那哪行啊？枣花，走啊，到镇上去。去不？我驮你，你要不去，我走了。
是你呀、啊，大嫂，来我坐个香油车行吗？哎、不行不行，哎、我怕把你摔了，金帅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小姑啊，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啊，一承包啊，庄稼人呢、啊、就喝出命来了，哼，就你们家铜锁阁路，真叫人替他着急呀、啊，你急有啥用？生孩子自己不使劲儿，抱怨的再使劲儿那也不行，也许摔个跟头能好点儿，切，尿罐子刷一百遍也去不了骚味儿，哎，这可咋整？输了钱和斗房咱不说，这连媳妇儿也跑了。哎，小姑，你说我给铜锁介绍一个怎么样啊？谁跟他？哎，狗剩媳妇儿呗，我看他俩挺般配的。哎呦，胖嫂，这是咋说的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胖嫂，嗯，刚才那事儿，信我话，别提了，啊。哎呀，我跟狗剩媳妇儿也挺好的，就我爹，你也知道他那脾气，啊。哎呀，我可不能拖你了，要摔个好歹的，我可没法向大哥交代、啊啊。没关系，反正也不远了，你先骑着走吧啊。也好。哎，胖嫂，嗯，要说狗剩媳妇那事儿，你要不怕碰钉子，试试也行啊。我走了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哈，好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。好。非常感谢，谢谢合作啊！不客气，再见，再见。哟，巧姑啊，水生大哥，照片洗好了，是吗？这么快啊？可不，走，到家喝点水去。行啊，水生大哥啊，那是老外哈？哦，那是加拿大客人，想购买兔毛。水生大哥、嗯、你真行啊。嗨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。哎呀，你这一大摊子闹腾的还真不错哈。嗨，这不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吗？可不。走吧。哎。哦，把车放这儿吧。好。来。来吧。还是改革开放好啊，要是过去政策卡得那么死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握着。哈，来，小姑，请。哎呀，拖鞋。哎，不用拖，不用拖。哎呀，真阔哈。阔什么呀？哎，坐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坐吧。请喝茶。哎，水生大哥，洗了二十张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嗯，不错。啊，挺好，挺好。那是大嫂吧？啊，是。他在小学教书。哦，我们俩啊称得上是患难夫妻了。哼，他人好，啥说的都没有。哦，至于长相嘛，见了面就知道了，一般话。也好，丑妻近地，家中宝嘛。哎呀，你看我说话太直了。哎呀，我不会说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大热的天儿别喝水了，吃西瓜。啊，来，哎，吃这块。哎呀，冰凉着呢。啊，嗯，真甜。水生大哥呀，嗯，那回我说那房子的事儿啊，我跟大山合计好了，准备兼并出两间给你们。真的？哈、啊！哎呀，另外，我投资10000块，咱们合伙买机器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水生大哥呀，嗯，只要有我巧姑在，我管保你一年回本，2年就盈利。哼，
你是咋样？嗯，好说，这些都好说。不过，乔国啊，嗯，大叔的那个饭店咋办呢？可也是啊，要不找个人帮帮他？你想请谁？当然你最合适了。我不得操办那个照相馆吗？也不容空啊。嗯，银锁一个人不行是吗？他老太太上鸡窝，笨蛋。哼，你呀，哎，乔姑，你说枣花行不行？谁？枣花？哎呀，主要是小庚，能放得出来吗？嫂，哎，这大热的天上哪儿去了？去了一趟苇子屯，给我们童锁啊相亲去了。哎，童锁啊，平常说起来天不怕地不怕，可一到节骨眼上啊，嘿，这脸皮还贼嫩。要不是我带着他去啊，他死也不去。去看谁呀？赵寡妇。赵寡妇。就是那个万元户吧？啊，他会种草莓，家里可趁呐。哎呀，你这老玉米棒子可真够棒的啊！哎，还将就吧。哎呀，够不错的了。你看，你一个老娘们家，把庄稼伺弄成这样，都赶上老爷们儿了。哎，对了，来吃瓜。哎。孩子呢？锁屋里了。哎，你呀，别老让孩子过着有娘没爹的日子了，别逞能了，碰上合适的再走一下吧。啊，大嫂，嗯，上哪儿碰去？哎呀，这就看你自个儿的了，别老在家里傻等着。嗯，哎呀，咱们村儿是没有了，你托人到外村去找找。别说你这么年轻的了，就连赵寡妇那个样的还有人给他说媒呢。咱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呀？人家没有坠脚的孩子，又是万元户。嗯，可也是呀。哎，嗯，大嫂，童锁跟他就算妥了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今天呢这是第一面，不过他俩呀唠得还挺黏糊的呢。大妹子，哎，大妹子，你不回去啊？啊，不，我再干会儿。哎，这小子今儿怎么这么磨蹭啊？哎呀，我可不等他了。我得回去做饭去了。
妞儿，哦，来啦，哦，来来来，来。这咋的了？画不动了？来，我帮你。放这儿。弄脏了你这身新郎官的衣服，咱们赔不起。这净瞎扯！我怎么成了新郎官了呢？行了，别唬人了。上苇子屯相亲去，那满村里谁不知道？哎呀，你别听人这瞎乐了啊！我不过是去瞅一眼。再说，事儿也没成啊。你打马虎眼吧。我要是打马虎眼，出门让大车嘎巴压死。那不成在哪头啊？是他没相中你，还是你没相中他呀？这，他没相中我。啥？他不是比你大七八岁呢吗？说的是呢。这我不挑他，他还挑我。哎，真的，你别笑啊。那娘们儿胖的呀，那腰，哎呀妈呀，这么粗，都能装下我了。那要是成了也合适啊，人家是万元户。得了，别拿我取乐啊。万元户咋了？我娶的是老婆，不是取钱。就凭我葛同所，我还能上杆子去找他？嘿，同所，你给我回来，干啥？跨筐。这，你不是不用我吗？我说不用你，你就不干了。这是老爷们儿的活，你说过。好。来呗，哎呀，吃吧，要不死你。哎呀妈呀！进屋里玩去啊！给这个嫩点儿，快吃吧。不吃了，吃吧。不吃了。来，进屋玩。吃饱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童锁，再待会儿吧，吃一穗糊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我都撑得慌了，回去，也不用做饭了。哎，童锁啊，你跟我说句实在话。苇子屯那边你是真的不去了还是假的不去了？真不去了。那上回你跟我说的干正经事儿还干不干了？干呢。真干啊？有了钱就动手？你不是撒谎吧？要撒谎那我给你当孙子。好，你没钱，我借给你。进屋来吧。这200块钱。是我们家狗事儿死的时候乡里补助我的。
你先拿去吧。这不行不行。哎呀，让你拿你就拿着，想干啥就抓紧干，早不忙夜心慌，半夜起来补裤裆。你呀可别这么胡混下去了啊。大妹子，饱给一斗也不如饥给一口。我在难处你帮了我，我这辈子都感激你。等我赚了，我给你提成。少废话，滚蛋吧。爹，嗯，我们在镇上给您买了点东西。哎，乔姑啊，花这个钱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应分的吗？就是，爹，快给爹拿物去。哎，拿物去。爹，嗯，我和银锁在兔子王那儿租了两间房子。啊，听银锁说了。哦，嗯，我们想。啊，想搬到那儿去是吧？可不，哎呀，省得是风吹日晒的，还得来回跑。您老说呢？哎，搬就搬吧，咱们家都分开了，这点事儿啊，你们自个儿说了算啊。哎，没事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啊。哎呦，你也进城啊？哎，小庚啊，啊，你这鸟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是给枣花买的。哦，你真是有钱没地儿花了。解解闷儿呗。啊、哦，我走了。枣花，这叫话梅，300多块呢，少一个籽儿人家都不卖。那么老贵啊。啊，哎，我还忘告诉你了，他还会哨呢。是吗？哎，你听着呀，你还不相信啊。好不好？好个屁。童孙本来就一个子儿没有，那狗剩媳妇儿就更穷，他俩要成了拿啥结婚？还不得瓜连爹和你们这帮哥们儿。我说这话不是舍不得花钱，童锁要是好样的咱帮他点也行。他呢，哎呀，除了一死无大灾，刨去挨个再不穷，他不是不求上进吗？再求个狗剩媳妇儿，还拖个孩子，哎，那不成了填不满的坑喂不饱的狗了？你说呢？哎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去劝他他也未必就听啊。得得得，你不去我也不求你。不是，咱你呀，懒驴上磨，不是屎就是尿。不是，你看你从来没有快当的时候。二嫂，你听谁说的？大伙儿都这么说，净瞎扯。那娘们儿都赶上辣椒了。我呀，我找的是媳妇儿，不是妈。让他来管我，你放心，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，我也不找他呀。我还真没看出啊，你心里还有个小九九。哎呀，其实你也没什么着急的，像你这样的小伙怕啥？不急，这回呀、啊、我可得好好挑挑。哎，童锁，说心里话，这回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？哎，还没想好呢。哎，童锁，哎，我给你算一卦。这啥玩意儿？
这叫吉普赛扑克。啥？就是算命用的。准吗？比八卦还灵呢。来，你洗三遍。三遍啊？一遍，两遍，再洗一遍。看着啊。你今年32哈？不对，虚岁33了。那你抽三张。再抽三张。好嘞。二三。嗯。再抽一张。好。行。先看看你的爱情哈。有一可心人会给你带来财富。财富？哎呀。就是说呀，你得找个有钱的，像狗剩媳妇那样的绝不行。哦，哎，二嫂，你还别说，哎，我还真的从狗剩媳妇那儿拿来了钱。啥？哎，是他主动借给我的200块啊。哎呀，200块，那能干啥？哎，谁来赚？谁来赚啊？赚一下1毛钱，赚到什么拿什么啊！快来赚，快来赚啊！1毛钱啊，花钱不多，赚吧，赚吧啊！哎，什么也没有，嘿嘿。谁来赚？谁来赚啊？赚一下1毛钱！来来来，赚赚赚！活鲤鱼啊！快来买啊！再玩了，我也赚。我试试。哎呦，这不怨我。这会怨我的了吗？谁来赚？谁来赚啊？赚一下1毛钱，赚到什么拿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快来赚，快来赚，赚一下1毛钱，赚到什么给什么啊？快来赚，快来赚啊！哎，来点赚啊，赚啊！哎，赚的什么给？哎，哥们儿，再来一把，来！这哥们赚了，看看，哎，纸上了！哎，别动！哎，这可不算纸上了啊！为什么不算？你看这儿啊，这儿啊，这咋？你这人太无赖了！哎，我无赖，你无赖啊？啊！哎，这小子是骗钱的啊！大伙儿千万别上当啊！哎，妈了巴子的，买不起烟卷跑这耍无赖来了。哎，赚啊赚啊赚啊，赚一下1毛钱。哎，好，我来赚啊，来赚，我赚。玩的真是没办法。哎，你好啊，我借给你钱不是让你干这个的。哎呀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。先有山还是先有河，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沟？生活就得前行。
就